哎呀，掉了这个。老香了。来，牛骨髓来了，这个牛骨髓漂不漂亮？老过瘾了这一勺子。哎呀，这真多呀！放我那里了啊，搁厨房了，这不没带。我录视频的呢。上次少没够吃，这次又吃拿住了，这个太多了。这骨髓才几块钱一斤，没有必要作假。这回吃的一把能挺四五天不馋呢，上头了，骨髓。
可别再说这个是假的了，这个肯定是真的，牛骨髓全是油，太油了。先吃这个，靠，全是油。果冻给你们发八盒啊。这牛骨髓是我在我们这边的市场里面买的，靠，香辣牛骨髓啊，卤料包炖的，最近可喜欢吃了，爱上这牛骨髓了。这玩意儿可假不了，没这个时间心思去研究这假的。嗯，啊，菜市场一买回来一顿多简单，还有那心思去研究假玩意儿？牛来，嗯。超级满，它就是特别满，没吃过就不要怀疑啊。有的人他煮的火大他没那么满，但是你煮半个小时他都依旧是这么满，瞅瞅，什么鸡蛋糕什么什么都有。嗯，哎呀妈，配点这汤，瞅瞅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炖好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好吃。多多少少上头，不吃你就想得慌，一吃你就后悔。嗯，操，看这块儿，看套路是不是的。